兄弟们，听说豌豆家族想要挑战我们，真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，我们可是小丑僵尸啊！可恶可恶，真的是太可恶了！最近听说豌豆家族的克星小丑僵尸向我们发出了战书。叔叔可以忍，娘娘不能忍。除了把我们豌豆家族的战士们，你这样稍息给他站好。今天的任务非常的艰巨，我们要挑战的是我们的克星小丑僵尸。所以说，第一组的战士们，我也给他们安排了火炬树桩，不晓得那次得不得行。你这样稍息给他站好，那是我们第二组的战士们。各位五颜六色、花花绿绿的豌豆战士们，今天就不晓得你们其中有没有可以诞生的 hero， 因为今天我们要战胜的对手就是我们的克星小丑僵尸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那么接下来我们。直接开始 fighting 吧！可恶可恶，实在是太可恶了！我们第一组的战士们全军覆没啊！竟然加上我们的火炬霜，同样也是以失败而告终。那个棍小丑僵尸真的是太可恶了。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第二组的豌豆战士们闪亮登场吧！好了，我其他的话也不多说，那么接下来就看你们的精彩表现喽！我希望你们当中有一位 hero 能够诞生，去吧，我们最快的豌豆战士们！'Cause I'm on a mission and I won't quit now.
coming up. Let's get it popping now. Let's tear this club up. 来喽来喽，他们真的来喽。OK, 带你上阿拉街的 boys, let's go. 这个音乐叫做 Come on, come on, let's go.真的是惊险又刺激，好的，最后我们诞生了一位 hero， 没错，他就是我们的电能豌豆，你真的是太帅了！来吧，各位小伙伴们，把我们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豌豆家族的英雄电能豌豆。